慈济今年在38个国家和地区举办浴佛，超过25万人参加。在多米尼加，慈济长期关怀的贫民区拉罗马纳，当地志工也投入筹备工作。而在巴拉圭的东方市，志工举办孝亲活动，拉近亲子关系。东方市的浴佛活动办在走廊上，虽然空间有限，但重要的是人人都虔诚一心。慈济志工也邀民众一起庆祝孝亲月，但蒙上眼睛帮妈妈涂口红，可真是大挑战。有人涂歪，有人甚至涂到下巴去。蒙上眼睛找妈妈，还有人认错了。趣味游戏无形中拉近了亲子关系。在多米尼加，志工帮每位妈妈都别上应景的花朵。点亮心灯，为尼泊尔的灾民祈祷，透过手语演绎，希望大家一起把爱传出去。温馨的气氛受到了许多人的回响。大爱新闻，这是美志工综合报道。